11月20日，谢娜微博更新两张和吴昕的自拍，并且逗趣配文：“欣欣说，娜姐娜姐，我给你寄了一个破壁机。”我说：“欣欣欣欣，能不寄破底寄个好的吗？”收到收到了。在照片中，吴昕和娜姐分别做鬼脸自拍，两人看起来都气色不错。谢娜自怀孕后一直在家安心养胎，人缘很好的她，经常能收到很多好友送来的礼物。前几日张杰在一场活动中自曝每晚会给谢娜讲故事哄她睡觉，孕妈妈谢娜的幸福生活真的很让人羡慕了。网友们看到娜娜晒自拍，纷纷评论道：“感觉现在也太可爱了吧，真有爱。”破壁机给宝宝做辅食超棒。11月14日下午，谢娜就在微博晒出了一张自制的牛肉干照片，并附文：“自制四川牛肉干，想知道做法吗？”还配上了几个可爱俏皮的表情。自从升级为准妈妈，谢娜的心情简直好得不得了。谢娜晒出的牛肉干简直是色香味俱全，一看就让人垂涎欲滴，真是不折不扣的上的厅堂，下的厨房。张杰真是太幸福了。